就是西方人重视科学和哲学不一样，而中东南亚北非世界所有的宗教诞生地不一样，中国人呢特别重视历史的智慧。中国的典籍浩如烟海，汗牛充栋，世界之最，而资治通鉴呢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北宋学者司马光耗近20年的精力编纂一部编年体的开山之作，前书300多万字，记载了1300多年的历史。如何走进这部大书，如何去阅览这部大书，非专业人士啊，虽然不是望洋兴叹，总是有些棘手的。就是期待用精选的一些历史片段，用一些通俗的讲解方式，给大家分享其中的历史智慧、修习这种智慧。唐太宗讲啊，以史为镜，可以治心替。同学们通过学习《资治通鉴》导读这门课，希望大家对1300多年周秦汉唐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脉络有一个了解，对每一个故事背后的思想智慧有一份体悟。